什么人？站住！黄鸭子，黄鸭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村里边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快，快带我去找等代表！起来，起来，小心！等代表，黄鸭子回来了。黄鸭子，村里什么情况？楚俊虎把进山的路全部堵死了。我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把村民全部赶进囚宅，赖成珠的家让他们给烧了。他家里人呢？幺儿，弱肉强食是成人的世界，成长就得丢掉天真。今天你杀不了赖传珠，明天他就会杀了你。男人成大事者，心要硬，手要狠。幺儿，你没有退路。赖传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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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赖传珠。我思念着爹娘，我的妻子，还有我那仍在襁褓中的女儿。这些家属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哼，这些家属能顶上他们一半的，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撤。那我们家的仇不报了？当然要报。山外面有一个营的正规军，他们呢插翅难飞。金虎，他又要耍什么阴招？喊吧，向你们家属喊话，来吧，把你们家属都喊下来。啊，阿蒙，你下来吧。阿蒙，快下来。阿蒙，下来。阿蒙，下来吧。阿蒙，下来。下来吧。下来吧。我好像听到我妹子喊我。我好像听见我阿爹喊，走走走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走，下去，走，下去吧。兄弟们，你们下山吧。兄弟们，下山吧。带他先带我们走，放开我，我要下山。别下去，别拦我，放开我，不能下去，危险，危险。虎子，回来，危险，危险，别下去了，回来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妹子。Thank you.
还要开枪？他们没有打白旗啊！他们又不是兵，他们哪懂得打白旗啊？哦，他们是种地的。停止射击！秋彪，我跟你拼了！别动！赖传珠，我给你带来一个人。我是想让你们母子团聚。赖家嫂子，跟你儿子说两句啊。只要你告诉他，打着白旗下来投降啊。我一定放过他们。喊啊喊！幺儿，他不喊你喊喽。蓝船珠，你下来吧，记得打白旗。只要你下来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秋彪，你把所有人都放了，我马上下来。船珠，船珠，哎，不行，必须全部下山。船珠。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，不要啊。船珠，你不能去。闪开。船珠，你不能去。船珠，放开我。警卫团已经堵住了所有的山路，必须马上撤离。大家要分头行动。不，我们一定要带你一起走。对，我们带你一起走。走吧，到那边。船珠，如果能够突围成功，一定要把大家带到井冈山。邓德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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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邓德彪。
分头突围，如能突围出去，咱们玉姑台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分头突围？人太多，目标太大了，冲下去就等于送死。我们商量过了，一会儿我假装投降，你跟船主带人突围出去。要走一起走，只要我周大康还有一口气在，就能保护大家。大康，船主现在是我们大家的领导者，他一定要活着。一起走不好吗？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，大康？我舅舅是政府要员，邱彪把我抓了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可你跟船主不一样啊，你明白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说？他刚失去信任，他的性格也不会接受的。我也不接受。你必须接受。为了大家，也为了船主。说好了，玉姑台见。玉姑台见。你们一定要活着。是不是投降了？我看见他举白旗了。楚良是诈降，他是在保护我们，没有投降。船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把我娘尸体找回来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放开我！我一定要去，船主，现在去只能送死，只有活着才能报这个仇。啊，我们得活着。
都不能去。你不要再折腾了，行不行啊？娘，我来不及了，你让我去吧，你别逼我了。是你在逼娘。你不好好学习，跟他们上山去瞎胡闹，啊？你们跟政府作对，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你这是要杀头的，儿子。今天不是你舅舅出面，你还能回到这个家吗？楚良。娘，你起来，娘，你快起来，你别这样，娘。你今天要是踏入这个大门一步，你就是逼娘死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不走了。孩子，你可是周家的一脉单传，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呀？嗯，娘，我不走了，但是我必须得去一趟玉姑台，去见一面传珠。快去快回啊，楚良，楚良，我是秋云呐，楚良能开一下门吗？梁子，这个门你不能开，你要是开了这个门，咱们一家就都完了。楚良，求求你开一下门，我给你说句话。娘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。娘，梁子，你要是敢开这个门，娘就死在你面前。今天你要不让我开这个门，死的就是我。只能留孩子。楚良，看见我们家传珠了吗？嫂子，你进来吧。楚良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嫂子，
了。传珠的媳妇儿带下来。燕儿，燕儿，开枪！开枪！开枪！杀人就这么简单？不是我杀的，彪儿，杀人不是我杀的。如果这一枪能让你成为男人，你就开枪。开枪！开枪！开枪！彪儿，别做傻事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裘家的希望，明白吗？我们藏在石洞里坚持了一个星期，终于躲过了敌人的搜捕。我偷偷溜回家，家已不复存在。持续了近一个多月，由于敌强我弱，终告失败。武装起义的失败让我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，房屋烧毁，田地没收，我赖氏家族五福之内近37口满门被杀。我的父亲、妻子、女儿生死不明，从此少不经事的我开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。哎，传珠，再等会儿，我相信楚良一定会来的。
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拜别了，与我血脉相连的干将拜别了，我的挚爱亲娘，全家人因我孜孜以求的革命而赴汤蹈火，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厚的亲情更使我不舍？唯有让革命成功，我才有资格在你们面前说一句告慰的话。暴动失败，赖氏家族五福之内满门被杀，难以想象的悲剧。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将军，承受的是怎样的压力和痛苦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，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叫嚣，宁可枉杀1000，不可使一人漏网。无数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从失败中我懂得了，要想革命成功，一定要拿起枪杆子。1928年春，我告别了生我养育我的这片土地，奔向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。就此掀开了我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革命军人的戎马生涯。我的一段新生活开始了，这是经过了血与火考验后的再次历练。上了井冈山，毛泽东同志把我分配到特务连任党代表，是井冈山早期最年轻的党代表。当时井冈山的红军队伍刚刚成立，人员成分比较复杂，对于年仅18岁的我，无疑是一次人生的挑战。新任党代表马上就到，到时候都听我口令。哎，何秃子，这党代表什么来头？我们干嘛这么认真啊？你懂个球啊？啊，你还以为自己是山大王侯土匪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是工农红军。嗨，还不是没吃没喝的，照样一个鸟样。你给我把嘴放干净。老大，这党代表是干什么的呀？啊，代表党啊。代表党干什么？哪儿那么多干什么？回去问你老婆去。我老婆还没生出来呢啊！哎，那就把何秃子妹子嫁给你。行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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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给我闭上你的猪嘴！谁不知道你们家就你一根独苗啊？哎，何老大，你表妹也行啊啊！你们这群王八蛋，就欠个党代表来收拾。哼，想整我们，他有那本事吗？怎么没有？小心点，他可比朝廷的钦差厉害啊！太监啊，老吴老吴啊，你就会跟老子耍贫吧？啊，等到他收拾你们嗷嗷叫的时候，人家就不是太监，是太爷。都把眼睛睁大点，我可提醒大家，别傻乎乎的往枪口上撞。哎，你们看，来人了。哎，
赖传珠，赖传珠谁呀、啊？哎，我们赣南豹子老头啊！吹吧，成仙下凡了。不信，哎，哎，你真是党代表？当然是党代表了。叫什么名字？任命书上不写着吗？赖传珠。赖传珠，赣南暴动的小头目之一呀、啊。没想到是个毛头愣小子。哎，你可是个真正的穷人啊！这树叶当衣服，哎，这冬天怎么过啊？别提这事了，行不行？我是在来的路上洗了个澡，让人把我衣服给偷了。嗯，让谁偷了？不知道。老吴，嗯，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哎，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，这党代表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就是负责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。整人的吧？不是不是。就是啊，教你怎样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。啊，当土匪不挺好的吗？可你们现在是红军。哎呀，什么呀，就是个穷学生，翻了，没东西。嗯，知道他为什么偷你衣服吗？为什么？啊？他那是在教你保命。你大白天洗澡，要是碰上白狗子，可不光是拿你的衣服，连你的小命也给拿了。你呀、啊，先别教我们怎么当红军了，先跟我这兄弟几个体验体验山大王的生活。你们谁要他？说话。没用，要去也是个累赘。废话，谁都别给我推，一人管半个月，最后归我。哎，要不然我就先跟你吧。别挑了，都一样，反正啊，天天都能见到我。你呢，先跟老宋去一排。哎哟，老宋，你捡到宝了。那嘿，把衣服穿上。哎，拿着。哎，谢谢啊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嗯嗯，哎哎哎，别动，别动。哎哎走吧，啊！哎，想走什么呀？排长，出去。嗯，排长，走。哎，什么时候？排长，走。啊，收拾收拾啊！往哪装呢你？你，哎呦哎呦哎呦！这何连长他们就住那头啊？哦，啊，这三排长呢，他们就住那边，还有那个二排长老吴啊啊！哦好，哎，快点快快，收拾收拾这么慢。快点，都是你的。哎哎，别动，这把刀是我爷爷的祖传。哦，这把刀不知道砍了多少敌人的脑袋。哎，吓了吧？吓我管什么用啊，你爷爷的
又不是你的。嘿，小子，回头我就叫你开开眼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金刚第二刀。哦，谢谢谢。哎，才第二刀，你给我整个第一看看。行了，睡那去吧。啊，哎，喂，给你，都给叠好了啊。嗯，哼。这几个人都去哪儿了？肯定在那边打牌呢。给钱给钱给钱，快点！什么就给钱呢？你都出什么牌？你别耍赖。哎，老大，你今儿怎么了？怎么心神不定的？哎，事不过三啊，我们已经赶走了两个党代表了。这个要是再赶走的话，上边不好交代啊。一个卖狗皮膏药的留他干什么？连枪都拿不稳。别看我牌、啊、你懂什么？这个咱得留着，他就是个孩子。大哥，要不这样，我出头你不用露面，超不过两天我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算了吧，你第一个党代表第一天来就被你剃了个光头，好好的一个脑袋被你那破刀片子划的东一个口子西一个口子的。我那刀是砍头用的，老大非让我剃头，是不是老大？这个党代表啊，让老吴脱光了就行了。哼，要是再赶走的话，上边肯定还得派新人，不如留个孩子省心。哎，他要是找茬呢？找茬？那你们就看着办。办吧，说曹操曹操到。嗯，快快快，出发出发。哎，不好好干活，你跑这来干嘛？我看看你们。打牌没见过。哎，先给我们几个弄壶水，啊，行，等着。哎，怎么样？快出牌。什么怎么样？要想管我们，那他得经得起折腾。我可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走了，你们折腾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老大。哎，大哥还有害怕的人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当七的啊，来喝水。你们喝着啊，凉的。哎，凉的解火呀。那你拿我的茶壶泡什么呀？哎呀呀，人家是党代表，肯定不愿意干伺候人的事儿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没那意思啊。哎，过来玩两把。哎，过来玩两把。来来来，玩吧。赌钱的事儿我不干。不赌钱。
输了，哎，跪地也磕头。你可真会开玩笑，皇上都下台这么多年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谁输了学狗叫怎么样？好，这个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缝纫机啊！做衣服回你家做去，这不是什么裁缝铺。你们这样下山只是蛮干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要不然让党代表去试试？他干不了。我要是把粮食要回来呢？先生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几天呢，我们大当家的上吐下泻，四肢无力的。我呢，是工农红军特务连的党代表。何秃子的人，黑头，你这个黑了心的老贼！